大家好，这里是小小先不上班。那接下来玩游戏是女友的恶作剧，yes。那这个声音呢，我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关，所以大家就稍微忍耐一下吧。然后就这里 press start，希望哪里可以关一下音乐啊，有点吵。哦，这是个动画。今天开始休假，我昨天没设闹钟，怎么一大清早就把人闹醒啊？今天要接女友去度假。OK，可以 skip 哎，算了算了。我记得昨天回来钥匙放桌上的啊，看看时间，你差玛丽。时间不多了，女友最讨厌迟到的人，我要赶紧找到车钥匙。就多妈得，就多妈得哦。虽然是简体字，不过是没关系啦。然后 P 可以暂停，OK。哦，在这段时间内，我觉得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想一下提示框，小地图，点小地图提示框，小游戏的得分总分，还有小游戏，你卖孬哦。好了。这是闹钟吗？有一条新讯息。这里有个棋盘，不小心翻了一下，结果它刚好有东西。这个东西可以点吗？要有电池。是一个十，这个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是不是这里有东西可以点？哦，不让我点，点了没用吗？我们去换到书房看看。要输入密码，不行。这里有一个密码，然后那个刚才东西有亮。到底东西到底在干嘛？是不是这个？然后是不是有个东西看起来一副要一电池的样子？一般都是这样吧。相机丢进去了，没关系。然后再来呢，我想一下哦，这样就行了吗？不太行。密码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？刚刚密码有八码吗？一二三四五，哦，多，可是他特地这样子丢过来，有什么原因吗？卡哇伊。那这一堆纸堆是什么？就是刚刚那些纸堆是吗？哒啦啦啦！电视还在变呢，好惊讶的嗨呢！还有哪里有？对啊，
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点吗？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点了，救命啊！是密码，然后写的这样，但是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同一挂的，我的错觉。1,2,3,4,5,6,7，那总共有8呢。那有一台，这一台相机到底有什么用？小相机应该有什么意义才对，不然怎么给我？耶、yeah, ，好，看起来要成功了。对，是 ZXMY 7593。哦，刚刚这个时钟我有印象 ，OK， 所以这是，3:55左右，看起来了，大概，这样。大概这样吧，对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下一关哦，真假了，没了吧？啊。好，看起来是没了。OK 啦，那他突然就跳掉了。OK 啦，不论怎么样呢，那耶，yeah, 这一个女友的恶作剧就先到这儿啦。那后面不知道为什么，总之我也没仔细看原因。那总之本来按了下一关之后，他突然就跳掉。他可能原本有下一关啦，但是他可能要连接到其他的网页了，所以就卡掉。OK 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啦。这里是睡前不想上班，谢谢你今天的观看，谢谢。